係13-17，客隊紅衫 Fresh 暫時領先。Thank you.
彩你。第三節比賽結束，比數是45-41。Oh, yeah.
十六歲以下呢個組別嘅決賽咧，亦都可以話係今日如果睇分數嚟講最緊湊嘅一場，因為最終啦喺第四節嘅最後2.8秒啦，大家都唔敢講邊隊會贏。咁結果咧，即係61-61分勝負。雖然在決賽裏面未能夠勝出，但係表現我諗都令到我個人咧睇曬成場波個感覺都係好佩服嘅。我哋俾掌聲 ，Flash！ 來見你男子16歲以下組別嘅冠軍 ，Destroyer。個名字就很破壞了，但是呢今天他們一手一腳建設了他們一個新王朝，成為這個組別的冠軍隊。好，恭喜曬教練，恭喜曬劉以婷，請同冠軍隊一齊影一張合照留念。各位，我哋再一次俾掌聲，祝賀 Destroyer！